杨洋眼中的自己，成熟啊，稳重，一本正经。大家眼中的杨洋，我应该这么演吧？这是鸭子。是其实最经典的表情。卡掉。我这个人其实我就没有罪过。我没有罪过，我没有罪过，我没罪过。那你觉得酒量？酒量？刚刚呢？怎么可能啊？他就是说的吗？他一般，他有时候上脸。怎么回事？起不来了。你们笑得好开心啊！你们笑得好开心哦。他本身就一个挺逗的人，我现在都发现我们一块录那节目，他比我们都搞笑。因为杨洋很多时候他想要非常认真的面对这件事，但是往往认真的时候呢，出现一些小纰漏就很搞笑。因为他不是故意的，他就是无意中的一些搞笑。